你好。哦。OK。谢谢，好，那很高兴这次第一次为这个日本的伙伴来上课。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周汉那我是台湾人，那但是呢，我的老家是湖南那么我在上海住过九年在上海九年。那每次我在讲我的名字的时候呢，和我在我的口音呢，已经有一点像大陆，因为我在上海住了九年嘛，在九年。那么以前我在台湾呢，我是搞培训的搞培训的，所以呢在也就是给比较大的企业办这个所谓企业内的培训呢办培训的。但是呢在2004年的时候呢很多人跟我讲说大陆的市场非常大。所以我就跟我太太呢，2004年呢就到了大陆呢，准备开展我的培训事业。但是呢，你知道吗？这个在大陆开展培训事业有一个很困扰的地方，就是大陆啊，我们知道大陆克隆的能力啊是非常非常强的。那么我们在台上讲课呢，一天呢收2万块人民币，可是呢，第二天呢对面开了一家呢，他一天收200块人民币，你懂吧？所以这个价钱就下来了。那么我开的这个气管顾问公司呢，叫做天长地久，结果呢，对面呢，第二天呢，对面开了一家气管公司呢，叫做地久天长，所以完全是客人跟你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我就在那，就是那时候就觉得这个生意呢，在大陆发展它是也是很困难的，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有没有一样生意，人家越克隆我。那我这个是，我就我越能挣钱的越能挣钱的，所以呢，我在这个2010年的时候呢，我在大陆呢，我接触了一家这个非常在日本也非常有名的这个直销公司，叫做 Manaluka 我想在日本也有在日本有，但是在台湾做得非常好，那么现在目前在大陆也拿牌。那么我就在上海呢，投入这样的一个直销，那做得非常好。那么我的组织呢，在基本上在上海、杭州还有这个浙江沿海这个地方，效果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呢，在去年的7月份，我的一个大陆的朋友，他就在 QQ 上给我发了一个信息，我看到这16个字。我看到这16个字，我就觉得，哎呀，这个生意太好了。哪16个字呢？那么我建议呢，各位你们有笔和纸呢，可以把它抄下来，然后可以把它抄下来。好，那么第一个字免费注册，免费注册。然后呢，先组团队，再过来就是自由消费，再过来是终身收入。我看了这16个字呢，我就觉得这家公司的这个理念非常非常好。那么我要想说，我要跟各位也分享一下了，为什么我看到这16个字，我的感受是非常非常深。第一个，他讲到免费注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讲三个例子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是在大陆我们待过，我们知道大陆呢最近这个淘宝这10年来。这个淘宝网阿里巴巴呢做得非常非常好，可是你知道吗？2004年，我进入大陆的时候，事实上大陆那时候就已经有网购的平台叫做 eBay 我想你们大家很清楚那是美国非常大的一个网购公司，做得非常成功。可是为什么这10年下来大陆的阿里巴巴它现在目前每一年能够做10万亿的人民币，可是为什么 eBay
他就已经推出中国市场。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阿里巴巴用了一个非常好的策略，就是免费的策略。啊，那时候很多卖家如果在 eBay 啊，在 eBay 他们要卖产品的话，那么这个eBay 公司呢，他要提成15%，阿里巴巴完全是免费。啊，你只要在你的卖家只要在阿里巴巴卖东西呢，是完全是不要提成的。所以有大批的卖家在这10年之内完全不靠的什么阿里巴巴，也就是到了淘宝网。所以淘宝网在这10年之内，他就所向披靡啊，所向披靡，就是说他在短期之内他就能够做到10万亿的业绩啊，就是因为免费的关系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概念。这是第一个成功的例子。第二个成功的例子呢啊，也就是我们在大陆非常有名的这个马化腾啊，也就是 QQ， 也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用的微信啊。我想问大家一下，我们现在目前要用微信要不要钱啊？是不要钱的，用微信是完全不要钱的。申请 QQ 要不要钱？ QQ 也不要钱啊。那么马化腾呢，利用这两个东西，现在目前啊，微信现在目前在大陆呢已经有7亿人在用啊。那么台湾的这个 LINE 也是一样，将近有2亿到3亿人在用，是因为免费啊，所以说有这么多人在用，而且它还很迅速的传开。所以说这个QQ 呢啊，我认为在大陆呢也是非常成功的例子。现在目前大陆前3个最有钱的人啊，最有钱的人都是利用免费的策略啊。还有第三个就是我们早期我们的这个杀毒的软体啊，杀毒的软体我们一般都是用这个瑞星啊，瑞星在刚开始是要收集的，是要先缴钱以后才能使用它的这个杀毒软体。可是现在瑞星已经完全都消失了。完全都消失了，为什么？因为目前大家都可以用什么360，因为360完全免费的。所以各位，所以当初很多一个大陆的人他跟我讲说爱多美是免费注册，我就知道这个生意将来在这个亚洲，最起码在亚洲的市场它一定会风风火火的所以说我就看上了这个免费那么所以现在目前台湾是一样的，台湾直销里面免费注册的现在目前也只有爱多美一家。当然我知道像你们在日本你们在日本你们注册的话呢，可能要花180块钱的日币，但是各位我想这180块钱呢不算很多的钱，不算是很多钱，也可以视为呢是完全免费的加入免费加入，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人很多人是因为这个免费，所以说呢他愿意加入，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公司它不但有互联网的做法，而且它有互联网思维好的，这是免费注册，可以吸主团队自由消费，进来不需要买任何东西，以后也没有固定每个月要消费什么东西，这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目前在台湾所有直销公司没有一家公司他敢讲说我每个月都不需要买东西的是自由消费的。我想到这个东西自由消费呢，爱多美公司呢他对他的品质和他的价格，也就是所谓性价比要求的非常高我们常常听这个韩国的总裁讲是绝对的价格和绝对的品质一定要达标，所以说人家才会来消费所以才来消费。所以这个自由消费我认为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从来没有做过一家直销公司是自由消费的，还有终身收入那么我们这个地方那么因为我看了很多的这个在台湾和在韩国成功的这些大师他们的收入的确是终身入。那么我们在台湾都已经讲快你快的话只要1年，慢的话呢3年，你就能上到所谓的销售大师，每个月有稳定的收入，但不做事而你的收入会越来越高我就在台湾也是一样的在台湾也是一样的。所以我在台湾很多人说只要做到销售大师，事实上就可以退休了。
就可以退休了啊，就可以拿退休工资了啊。那么不但不做的，而且你的退休工资呢，每一年还每一年上涨，每一年还每一年上涨。所以我形容爱多美这样的一个收入呢，一般我们做普通的直销，我们做普通的直销还有工啊，那么我们打工呢，就相当于我们推石头上山，早上推上去，晚上就滚下来，第二天早上你还得推上去，啊，第二天晚上它又滚下来，每天早上推上去，每一天晚上滚下来。你每天做同样的事情，你不滚，那就没有生意做，没就没有收入了。那么一般的直销呢，是每个月月初推上去，每个月底滚下来，啊，月初推上去，月底滚下来，那个月你不推，你就没收入。但是爱多美不一样，爱多美呢是推石头下山，这个石头推下山，你只要推动了这个石头，它只要开始滚下山去。它就越滚越大，越滚越快，越滚越大，越滚越快。所以我形容啊，爱多美啊，它的收入是这样的一个收入。所以啊，我那时候看到这16个字，我非常心动。所以我在去年7月份啊，我就加入了爱多美啊，在韩国的网站注册的。但是啊，我想啊，我跟你一样啊，那么那时候台湾的这个爱多美还没有落地。所以呢，对于没有落地的公司呢，通常不会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那么我只是单纯的注册，啊，单纯的注册。那么跟在座的很多人都是一样的啊，加入爱多美啊，还是纯粹刚观望啊，只是注册就注册呗啊，但是也不见得你要消费东西。一直到了今年的2月份啊，我从上海到台湾来，啊，从了上海回台湾来，那么再一次的啊，了解我们台湾做的最好的。啊，做玫瑰大师，我再深入了解一下。嗨，我发现这个生意真的不得了啊！然后呢，啊，我在今年的2月份才开始买我的产品，使用产品。那么啊，现在做这个现在目前在几个月，快要一年了。那么发展的非常好，非常有心得啊。所以说啊，今天我想跟各位来分享一下这个新人如何起步啊，是非常重要的啊。好，那么我现在请这个，景小姐呢，把我那个讲义能够发给大家，发了吗？啊，好。那么，首先我们要会清楚，那么这个爱多美，它严格来讲，它是一个流通业，所以你在做爱多美的时候呢。你的做法啊，它不像是直销啊，不像是多层次直销，不像的。所以你在运作的方式，你要用流通业的方式来运作，而不是用直销的方式来运作。如果你用直销的方式来运作呢，就有一点小题大做，你会很费力、很吃劲的啊，很费力、很吃劲。所以说呢，这个地方我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下哈。那么好，那么今天。那我们经营会议呢，就是要给什么人上，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我就会讲，这个经营会议呢，是要向给各位，你们是一个经营者，你们可能都已经啊注过册了啊，那么你们可能都已经使用过产品了啊，使用过产品了，就是要给你们这样上，那你们要怎么样起步？好，那么这个会议呢，定位的很清楚，很清楚，怎么样？将来你们学会了这个6个步骤，那么以后呢？你们也要拿这6个步骤往下教下去，所以你们每个都是老师，因为直销啊，直销能够挣钱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同一个时间有很多人在做同样的事情的，对不对？这叫做复制，所以复制一定要简单，速度才会快。那么，所以说各位，今天我告诉你们这个经营会议，那么你们。将来也要拿着这纸啊，往下教下去。每一个都是老师。当你看到你的伙伴在教别人在做啊，爱多美的时候呢，事实上你的组织开始在倍增了啊。记得我们这个不能啊，不能用直销的方式来做啊，用这一个一般啊销售产品的这个生意来做，这样做得很慢，很吃力的啊。好的，好，那么。首先我这边经营会议，那么第一个呢，
这个啊，不是这个，我讲的是应该是我们现在目前台湾把它改精英会议，事实上改成训练会议了啊，训练会议。那么这个这个经营者呢，一定要尽快的要训练自己新人啊，才能够迈向成功啊。好的，那么第一步啊，那么我们假设已经你已经注册完了，注册完了，首先你要准备一些赠品和自用品。哦，准备一些证明，因为是出来的。那么我们知道大陆啊，非常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食品叫做旺旺仙贝啊，就是这个旺旺啊，它是非常非常有名的。那么十几年前的时候，旺旺开始在大陆做生意的时候呢，那么他参加四川的美食节，四川的美食节，那么有一个四川人呢。跟他订了这个七个货柜的七个叫做集装箱大陆叫集装箱，订了个七个集装箱的这个旺旺仙贝，然后参加四川的美食节。可是这个旺旺仙运到了四川的时候，那个四川人竟然跟他讲说我没有钱付给你。好了，那这个就麻烦了，因为这集装箱的东西已经运到了四川，不可能再运回台湾。这时候就有人跟他讲。不妨呢，我们把这四川，我们把这个旺旺仙贝呢，我们就呢送给大家吃，送给这个学校机关他们单位吃。结果呢，这不送则已，这一送，然后反应非常非常好，反应非常好。所以说，为什么旺旺为什么它能在中国市场上它能够有一片天空，就是刚开始它是用送的策略。那么我们做爱多美呢，也是一样。我们刚开始要做的时候呢，我们要准备一些赠品，因为爱多美的产品呢，可以是用送，那么跟一般的直销公司比较不一样，一般的直销公司，它是物美，但是价廉，但是爱多美我们知道它是物美价廉，东西都是可以用来送的，但是你看我们一般做直销公司，有的是卖果汁的有的是卖昂贵的化妆品的。这个东西有的是卖保健品的，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用来送的好比说，我们要买蛋白粉好了总不能说，哎，我给你一勺，我给你一勺，一瓢一瓢，一勺一勺送是没有办法。但是爱多美的东西它是可以的尤其现在目前你可以准备一些牙刷、牙膏海苔像我们台湾还有看，还有我们像台湾还有海苔，我们台湾还有贴布。这些东西都可以拿来送，很重要的，因为你用送方式去约人，通常比较能够约得到，所以这是第一个要准备要准备一些赠品，所以我想在座有刚开始做的，所以待会儿呢你们就可以准备一些赠品，买一些咖啡啦，买一些海苔啦、牙刷、牙膏，准备要送给人家，这是第一个，但是送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要小量，要快速。而且不能白送，不能白送。那么什么叫小量？讲比通俗话叫小气你不能送很多你因为你送很多人，你下次给人家打电话的时候，人说哎呀我还没用完呢，所以记得一定要送少量。咖啡就是个黑咖这个无糖的和有糖的我们在台湾叫黑咖和三合一就各送一条，千万不能送太多，送一箱不行的送一箱就。要送少量的而且要快速而且不能白送。送的时候你就一定要讲，送的时候就一定要讲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而且自己要大量亲自的马上的使用产品，而且分享很重要而且尽快的达到30万 PV 增加收入。那么我们首先讲说自己为什么为什么要大量的马上使用产品，各位。因为刚开始你在推荐的时候，你的底气是来自于产品的优良。产品如果用的不好，你不敢跟别人讲的，所以你这个底气很重要。你有理直气壮的理由呢，跟别人讲，所以你自己要使用产品，而且要分享。分享跟销售是不一样哦，在台湾分得非常清楚。怎么叫做分享？分享就说好，我跟你讲说，小景。这部电影很好看，你要看自己去看，这个叫分享。但是销售就不一样，
销售是什么呢？小景，这部电影很好看，但是票你跟我买，这个叫什么？叫做销售。哦，那么这个生意呢，重点是在分销，而不是在销售。哦，但是做少量的销售也是可以的啊。好，比如说你们团购价进来做少量的销售，但是不要一天到晚去做销售，因为做销售，啊，做销售业绩会做不大啊，业绩会做不大的。那我们台湾也发生这种情况，好比说我们用购价啊，去这个六件组进过来，然后我们用团购价卖给人家啊，但是只能卖一套。你说我只能卖一套给你，下一次你自己要注册，你要这样子跟他讲下来，下一次你要自己注册啊，那么我只能给你买一套哦，这样子可以，你不能永远在帮他做卖东西给他哦，这样子，这是一般别的直销方式这样做的。因为爱多美公司它定位的很清楚，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消费者，我们每个人都是消费者，所以我们消费者只能分享，啊，但是别的直销公司不一样，别的直销公司它帮你定位的就是它的业务员，每一个月每个月每一天你要帮他卖东西，所以我们定位的非常清楚，所以我们哦，我们是一个啊，你自己要大量的马上使用产品，而且找到心得。然后跟各位要去分享它，哦，分享记得不要讲这个产品啊，不要去讲这个产品是什么样构成的，你讲说这个产品我使用的心得啊，比如说啊，像我在啊，我在台湾我就很喜欢讲益生菌，哦，各位在台湾益生菌是非常非常好卖的，因为益生菌现在目前我想它也是应该来在大陆啊，在日本呢，它也是相当于酸相当。便宜的一个益生菌，在台湾它现在目前是全台湾最便宜的益生菌，这益生菌很重要的，因为现在目前我们吃都不成问题啊，但是排都出问题啊，排毒要花钱，排汗要花钱，排便要花钱，是吧？因为排都排不出去，吃不成问题，但是排都排不出去啊。现在目前排汗呢，也现在大陆有很多的汗蒸馆，排汗也要花钱，对不对？有的老人家排尿也排不出来，有人刚动完手术的排气排不出来，是吧？所以说吃不成问题，但是排都出问题，啊，所以排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吃完我爱多美是真好，每一天上一天这个我们台湾叫大大啊，大号和小号，大号都非常非常的顺，啊，而且讲比较难听啊，你发现啊，你这个大非常长。哦，很长，而且都成型，而且它不臭，而且它不容易粘在马桶上面，这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目前台湾和大陆都一样，哦，台湾和大陆都一样，为什么呢？台湾和大陆的大肠的患者都非常多，因为我们大陆的人都很喜欢吃肉，其实吃肉肚子里面都是坏菌，肉容易产生肚子都是坏菌，所以我们要把这坏菌给排出来。哦，对，我想在中医上都有，所以中医上里面有讲过，啊，人若要不死，肠中虚无屎，哦，这个屎就是啊，就是这个大大的意思啊，人若要不死，啊，肠中虚无屎，啊，所以为什么啊，这个很多活得很老的人呢？那通常呢，他过午不食的原因在这个地方，啊，过午不食的地方，所以这个排非常重要，所以各位。为什么我讲这个益生菌我讲的这么精彩，因为我这个深有体课，我是很深深的体会的，哦，深深体会，尤其我们大陆的伙伴，哦，还有日本的伙伴都很喜欢吃肉和吃鱼，你记得一定要强力的推荐他益生菌，那么益生菌效果又好，然后呢又便宜，哦，真的是应该换过来啊，每一天像我太太啊，我太太也是一样，我太太早上要不上厕所，她今天都不出门的，啊，她今天都一天都不出门，一天都不舒服的，啊，所以说这个排是非常重要的啊，排非常重要的。好，但是这个东西你自己一定要亲自啊，要使用过啊，你才能分享。各位，刚才我讲的就是分享，这个就是分享，而不是啊。产品不要用教育的方式，因为产品用教育的方式，因为我们都不是营养师，我们也都不是保健师，哦，我们只是个消费者，产品要用分享，讲出它的啊，讲出它的亮点就行了，我使用后的感觉就行了，哦，这很重要，而且尽量的达到30万 PV，哦，增加收入，因为我们按爱多美的
度啊，爱多美的制度，那么达到30万 PV 啊，那么这个收益是最好的啊，所以的。但是记得到达30万就行了，不要再继续往上什么70万呢、150万，不需要的。到达30万啊，然后因为将来你升销售大师之后，一定会有一次机会啊，让你达到70万。想这个后再说、啊、记得到达快到达30、啊、大量的使用产品，像我们在台湾的话呢，我们的搭配是这样的、啊、像这个蜂蜜饮、啊、蜂蜜饮、啊、这个我不晓得你们日本叫什么，我们这边台湾叫蜂蜜饮、啊、那这个一套就10万分，六件组10万分，然后呢这个清洁、啊、清洁4件组、啊、4万分、啊，然后再加上益生菌2万分，就26万分了。然后再买些牙刷、牙膏、海苔 ，OK， 就差不多30万了。哦，好的，这是3个啊。好，第4个，啊，每一个人注册完以后，要赶快的上后台完善你的个人的资讯啊，因为我们在台湾有的时候注册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快，有后面的资讯呢啊，它不是很正确。这时候你要赶快到你后台完善你的资讯。而且尽量的啊，让自己练习扫盲订货很重要。我们最终都是要让我们的伙伴自己上网订货，啊，自己上网订货。那么台湾有一些老人家，他不懂得电脑，我在座的都很年轻，都应该懂这样。而且你要教会你的伙伴，不管是利用手机还是用电脑，一定要教会他自己上网订货。哦，千万不要给人家送货送过来送过去，这个跟我们做电子商务是不对的。我们做这个生意，也就是说我希望我们3年之后我们退休了，我们什么事都不做，而且我们收入是越来越高。但是如果你拿传统的思维或者传统直销的思维来做爱多美，那可能就费力了啊！就所以一定要练习自己上网订货，而且还要交下去。好，这是第一个啊，第一段。好，第二段要抄名单。好，好的。那么抄名单很简单，你们待会儿我这个课结束后，你们就可以练习做这个事情啊，练习做这个事情。那么为什么我讲抄名单，不讲列名单？因为抄名单，它不会有心结，因为我们在做这个。爱多美的时候最怕在列名单哦，在抄名单的时候有心结。什么叫心结哦？就说哎呀，爸爸不能啊，我的好朋友他很有钱不能列，我的好朋友啊他没有钱所以不要列。各位，这个就是心结哦，不能有心结。为什么？各位，今天在做爱多美哦，今天在爱多美，就像有一哦，就像有一天，我举个例子，有一天晚上你在路上面，那条路上是非常非常黑，可是你在远远哦，远远看到有个地方发亮，于是你就走过去，那你把那个发亮的东西一打开，里面是一箱黄金，很重很重的黄金。那我想请问一下，这时候四下无人，而且这个夜晚非常非常黑，你自己呢又搬不动这个黄金，我想请问一下，你当下脑子里面闪过的决定是什么？你闪过的决定是什么？是对，打电话，对不对？打电话谁？打电话给谁？打那个人就是你最心爱的人，你就是打电话。你绝对不会打，像我们在台湾还有人打电话给警察局，打电话给警察局干什么呢？对，好，这就是对了，这个就是这个，你把这个名单列出来，这个就是说不要有心结。对，我跟你讲，我在做爱多美，我把我97岁的爸爸，我都把他列进去。为什么要列？为什么列？对，我爸爸，他我知道他做爱多美不会有太多的时间。但是我想到爱多美的制度，因为各位你们会发现，你们在跟你的有的有些兄弟姐妹讲爱多美的时候，很难沟通，有没有？
哦，很难过。有的哥哥不认同，有的姐姐不认同，有的妹妹不认同，对不对？好的，我也知道，在台湾也是一样，有的跟自己很亲的朋友啊，自己的亲人讲，他们都不相信的。哦，但是为什么我要把我爸爸注册出来？因为我心里是这样想的，因为我哥哥是做传统企业的，那么我坚决相信，哦，我坚决相信，将来我哥哥一定会需要爱多美这样的机会。可是我现在目前签我哥哥就是签不下来。哦，他就是不答应。那么我是这样想的，我先把我爸爸先注册下来，先卡个位置。哪一天我爸爸不在了，我爸爸这个位置呢，可以移给我哥哥。我是这样想的，所以爸爸要不要练？爸爸肯定要练。好，各位，那么欠你钱的人要不要练？要，欠你钱要练。你要这么跟他说。欠我钱，对不对？好，来注册一下，是吧？注册发展一边，然后卡掉，那就需要你还我钱了，你懂吧？那么你欠他钱的要不要练？要练，你欠他钱的也要练。你说现在目前我做这个东西，你要支持我一下，要不然我没钱还你，你可以这样讲。好，情人要不要练？小三要不要练？要练啊！所以命难啊，对一位男士是吧？小三也要练，小三也要练啊！为什么要练呢？因为将来有结果最好啊！将来有结果，你有一份收入；将来要是没有结果，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之前的费用啊！这我已经给你了啊，就不要另外再掏钱。仇人要不要练？仇人也要练啊！仇人也要练，所以各位。像很多人讲说，那是不是我所有人都要练？对的，所有人都要练，反正又不要钱。那日本，在日本就是180日币呗，没有关系，就先把它注册下去。我们在台湾都是这样子。好，那么有一个方式能够帮你们，一个方式帮助你们没有结，很简单。那么小景呢，跟这个翠华呢，两个手机呢，互相交换。小景的手机给翠华，那么翠华的手机给小景，然后呢，我们互相发列名单，名单就直接用抄的把它抄下来，一个不漏都把它抄下来，不要去想说谁是谁不适合，不要去挑。各位，我们在列这个名单，并不是列那个想做的人，想要兼职的人，只要是个人，他会刷牙，你就把它列出来，这样子名单就不会抄了。那么当然，待会儿，如果你名单真的很有趣，那么我们待会儿我会分享用微信来怎么样增加自己的名单增加自己的名单。好，这是第二步抄名单。第三个，抄完名单就要约，好，那邀约的目的呢是见面。如记得邀约不是在电话里面跟他讲清楚，我在台湾有用 LINE。我们在台湾用 LINE 或用微信都可以，记得啊，邀约的目的是要见面，没有见面就不算是成功，没有，因为和这个事情呢，人和人互相见面才有信赖感。如果除非你已经认识了，如果在网络上单纯认识的陌生人，你要想要让他签他买东西，一定是很慢的，这个不实际的这不实际，所以我觉得。我觉得你们如果是在大阪，你们就是住在大阪附近的人就行了，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加入爱多美，做不做用不用是一回事，但是每一个人都要加入，每一个人都要加入，因为像我们在台湾加入都不要钱，怕什么，对不对？因为我们介绍是介绍你好的产品，介绍你是 更便宜的东西，你没有理由不加入的。没有理由不加入的，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这样想。好，那我们现在讲邀约。好，那么邀约的目的是见面，不是讲清楚。很多人在邀约的时候，在电话里面或在 LINE 里面，就想要企图跟他讲清楚，这是错的，因为讲不清楚的，讲不清楚的啊。好，那么邀约呢，你用 LINE 或用电话邀约。好，那么我这边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如果这个朋友是你已经认识的朋友，你认识的朋友。你可以这么说啊，那么好比说翠华呢，就
想啊，就是可以这样约，哦，你心里想的是小姐，那你跟你朋友说，我朋友在做咖啡生意，哦，那时候你心里去想的是小姐，说我朋友在咖啡，因为有时候你自己讲，你不好意思，哦，你不好意思，你可以讲说我朋友在做咖啡生意，那么有一些试用包送给你，我喝喝看，那么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哦，不到三个，不到三十个字，这个人就可以约谈。不到三十个字，你不管是打电话或者用 LINE 发给人家就行了。因为邀约最重要的就是时间和地点。好，你现在在哪里？现在就是时间，在哪里？地点。好，就是时间地点都已经出给他了。好，就是说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好，他也许跟你讲，我现在没空，没有关系，就明天你在哪里？因为你要见面，把这个东西送给他。哦，那你也可以改成说我在做牙刷生意的，或者我在做海苔生意的，或者说我在做可以啊，对不对？但是记得一定身上证明要带，啊，证明要带着。所以我们台湾比较喜欢用海苔，啊，比较喜欢用海苔，因为安多美好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它有日用品，它跟一般别的直销不一样，一般的直销都是做保健，保健品要非常专业才能讲得出来。但是日用品不用，咖啡不就喝的吗？海苔就是吃的呀，牙刷就是刷牙的呀，很简单，哦，没有什么难的事情，哦，不用讲太多。我要送，因为我在做这个生意，所以我要送给你，帮我试试看，啊，帮我用用看，啊，那么你在什么地方？好，这个呢是你已经认识的朋友，你可以这样讲。好，再过来，如果像你们的同事啊，你们平常有啊上班啊，同事天天面对面的。这时候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哦，用另外一种方式邀约。好，怎么约？你就直接跟他跟，好比今天啊，今天我们假设小景啊跟这个翠华，他们两个是同事，天天见面的。啊，这时候翠华呢约小景怎么约呢？就直接跟小景讲，你有没有朋友想兼差？啊，台湾讲兼差，大陆讲兼职，你有没有朋友想兼职？翠华千万不能问小景说你想不想兼职，不能这样子问的，因为你这样子问，很多人他脸拉不下来，他不愿意讲说他愿意兼职。你要问他你有没有朋友想兼职，如果事实上这句话呢，虽然是问他说你有没有朋友想兼职，事实上的意思呢，就是问他说你想不想兼职，因为小景他自己会想说，哎。我现在目前正想要兼职，哦，他会直接问什么样的生意呀？啊，什么样的兼职？因为我想我们在这个日本呢，好多人是兼职，人家问什么样是兼职，这时候你要抓紧机会，利用几分钟时间把爱多美的概念跟他讲清楚，哦，就是这么简单。所以邀约就分为两种啊，我再重复一下，一种啊就是你认识的啊，那你可以用 LINE 或者用电话邀约，照我的方式约。啊，第二种呢，就是你天天见面的啊，或者是你天天见面的，像我们在台湾很多呢，啊，有的这个有的人，他每天去买菜，他每天去买菜碰到那个卖菜的人，他每天都能点头，但是呢，他也不知道他的电话还有没有这种朋友，有很多很多天天点头的，但是不知道他电话还 LINE 的。这时候直接就问，哎，你有没有朋友想兼职？就问他，啊，那么他说，哎，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工作，那就现场去跟他讲清楚，啊，就这样。好，啊，这是第一个邀约的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呢，就是你每一天要用固定的时间来邀约，比如说早上的十点半呢，啊，或者下午两点钟然后开始邀约，这是固定的时间啊。好，邀约完了以后呢，就要说明。啊，这时候你要把你的赠品带过去啊，把你送他东西带过去。赠品好，记得说明的目的是注册，啊，是注册，不是说清楚，说不清楚。很多人在说明的时候，企图要讲得很清楚，人家知道。各位，这是你们犯的大错，是说不清楚的。没有一个人进来对爱多美他是完全就了解的，所以你的目的呢，就是要让他先注册。各位，注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注册了以后，
就是你的兵马，他就是你的兵马。各位，这个生意很重要，是先有人潮才有钱潮，先要让他先捧个人场，再捧钱场。所以说呢，你要把他注册完以后呢，啊，就是马上把注册的那个组织图马上给他看，说就在这个地方，啊，让他感觉这是简单的，我们每天都能注册，啊，快速简单，啊，这是能够注册。好多人在说明的时候就讲，就做了啊做了太多的产品演示，而且讲得太清楚，各位这个就没办法复制。因为我们讲到说明的目的是要让他注册，注册只要注册你就成功了。其实在我们现在目前台湾来讲，很多人注册但是他不买东西的，这都可以的，没有关系，但他现在不买就表示他以后不买。所以各位你们要赶快的先扩大你的扩大你的团队，什么样的人你都帮他注册进去。什么样人都帮他注册进去。好，我讲过了，说明的目的是为了要注册。好，再过来，那么注册的时候，这个说明的时候，你只要讲讲两分钟就行了。你说这是一家韩国的团购，产品好又便宜，我帮你注册，完全免费。哎，身份证号码是多少？身份证号码是多少？就帮他注册。他如果把他的身份证号码给你，把他的资料、把他的材料给你之后，就马上的帮他注册。先注册，先注册，然后以后再跟他讲其他的东西，做完注册以后，如果你们平板电脑的或手机的，马上就给他看，你说，哎，你看你的品质在这个地方，让他看到，这很重要啊，因为如果说明你要没有注册，那这个人将来就很可能就不是你的人，他只要走出门以后，他有可能别人又跟他来多美，就被别人抢走了。不是你的人，所以你这个动作一定要做，要先注册。那我当然我知道你们在日本可能有一个180块钱日币的一个费用待会儿你们当然下完课以后你可以跟小景再去研讨一下，看180块费用怎么去收因为我们台湾不是的，我们在台湾是完全是免费的，一毛钱都不收就可以注册在里头。然后呢，我们在台湾也叫认证，认证才需要缴一个费用拿到公司的目录表这时候才可以开始买东西。是我们的步骤跟都是不一样的待会儿你可以跟你们去协调。好，这时候呢说明我讲说明的目的是为了要注册，这时候你可以拿一个笔和纸给他当然就随便，如果在餐厅就拿那个餐巾纸就拿那个餐巾纸给他请他在餐巾上把他的那个身份证号写下来，然后你马上记得要立马帮他注册，不能回家再注册，立马帮他注册，注册完以后再去做别的事情。好，好，这是说明。好，在下一步呢，我们注册一个重点原则，不管他做不做，管他用不用，立马注册，先捧个人场，先捧个人场，这很重要这就是你兵马，因为。今天约他来就是要注册，买东西以后再说，但是今天就要先注册然后呢马上显组织图给他看，让他感觉到我们这是很简单的，因为将来这个人要做将来他也会学你一样，马上帮人家注册，这时候你的组织呢会很迅速的扩大因为我在台湾我看到你们在日本发展的组织发展的非常好发展非常好，那么有很多人到达30万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人数再多一点更好，因为我要让你们知道事实上每一个人在爱多美消费它是有限的，它不会无限期的消费下去，所以我们人数还是要多人数还是要多，我们不应该因为很简单，这个是做一乘一万的生意，不是做一万乘一的生意。什么叫一乘一万和一万乘一？一乘一万就是我们要在一万个人里面每个人赚一块钱，而不是从一个人里面他赚一万块钱，这样就很辛苦，而且这是不容易复制。记得我们是做一乘一万，就是从一万个人里面
他们每个人身上赚一块钱，而不是从一个人身上他们要赚10000块钱。哦，所以我们的人数还是要多，哦，人数还是要多，什么人都把它注册，只要认识的人，哦，甚至于我们在台湾呢，这个人要是他没有时间做，你说没有关系，你把人约好，我们来谈都行，这个人不出面都行。哦，我们现在认识在台湾有很多的大企业的老板，哎，他觉得这个东西是事业的备胎，他也想做，但是他碍于身份的关系，哦，他不能亲自出面。他说这样人我们帮你约好，然后你去帮跟他谈，可不可以？可以的，因为这个制度呢是可以这样做的。啊，像我，所以就我现在跟很多，像目前我现在我培育了一个销售大师，他是全盲的人。他两个眼睛完全看不到，全盲的人，他在台湾帮人家做足浴，那么我也能够帮他培育成销售大师。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帮人家做足浴的时候，哦，他帮人家在做足浴的时候，他就跟别人讲，他说我认识一个周先生，在上海做电商做得非常成功，啊，那么他有个项目想跟你谈谈，你有没有兴趣了解？那个人他的主意啊，最起码30分钟、40分钟他不能走啊，对不对？他就答应他说，那你请都跟我聊了。他就把对方的电话号码抄下来，然后我就请我的助理呢去跟他联系，就这样子啊。那这个盲人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他照样能够成为销售大师。我一定要帮他培养成为钻石大师以上。为什么？他只要把这信息，因为爱多美可以这样做，爱多美可以这样做的啊，哦，可以这样做的。那别的公司只要对方把名单丢出来，我们都可以帮他跑，都帮他跑没有关系的啊，哦，因为这个制度是无限的延伸啊，哦。好，这个注册第三个迅速扩大的队伍啊，哦，迅速扩大。好，第四个啊，哦，最后一个是认证啊，哦，认证。当然你们大陆你们在日本是没有认证这个项目，那么我们在台湾是有认证，但是我们讲我们有一个，我不晓得你在日本要不要填表格，就是不要填表格，就是在实际上注册就行了，是吧？好，那我要讲说，我们在台湾是要填一个表格的，就是这个表格呢要给公司的啊，要给公司，而且要有纸本的身份证正版复印件啊，要给公司的啊。我要讲到的意思，刚开始你在帮他注册的时候呢，刚开始一定要是很轻轻松松的就帮他注册，而不是啊，像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那样，就说好像很严重那样的一个事情，哦，让他很放松啊，喝咖啡啊，把身份证号码啊，这把身份证号码发给我帮他注册，轻松的就帮他注册，这样子就比较容易注册下去，啊。但是如果你感觉这个是一个不得了的项目，很严重的项目啊，对方还要看什么条款啊，还要什么了解制度呢，就不需要。尤其刚开始我强烈的建议你啊，不需要讲制度，即使他要了解制度，你大概几分钟就讲完了。你千万不能因为你有一个完全了解爱多美他来做的啊，要大概的讲了一下就行了，然后立马注册，注册完以后再讲都可以，所以我们是分两段的。好，那么在组织运作上呢，我也建议你们呢，你们可以分两段啊。那天我有跟金老师啊，那么我跟他沟通一下，你们可以分两段啊。第一段，你们在你们的家里或在你们的咖啡附近的咖啡厅，你们就先跟他就先帮他注册好，就先帮他注册好啊。每一个人都要有能力帮人家注册，记得是注册。啊，没有说要买东西，先注册好，然后呢，再给他一些产品的目录啊，像我们在台湾有单页的目录，我不想日本有没有单页的目录，你可以送他一份，还有价格表，你可以送给他一份，啊，目录和价格表送给他一份。你说我们东西都很便宜啊，产品很好，你可以回去看一看。然后过两天，他如果真的有兴趣，你才约到景某这个中心来。哦，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要到中心来，哦，分两段，第一在自己的家里附近，哦，家里的附近咖啡厅就先做完了，注册完以后，所以说以后注册完了以后才到金老师这个地方来，哦，就分两段做，
不一定不一定每一次都到这个地方来啊，当然因为有的人很怕来，很怕来这个来这个中心教室要上课，就很烦很怕的，你懂吗？啊，很怕的，所以说外面你很轻松的就把它啊先这个先注册完，注册完以后再带来这边来是可以。所以我想在座的每一个人啊，那么这个是我跟各位分享一个训练的会议啊，记得。这个训练的会议啊，我希望啊，我想这很简单，总共是六个步骤啊。那么在日本可能最后一个步骤可以省掉，因为我们在台湾自己还有认证的步骤啊，是要填一个正式的表格啊，正式表格。那你们在日本既然不用，那就把最后一个把它去掉。所以第一个啊，你们要准备平安平，第一个，第二个要抄名啊，抄名单不能有信息。第三个要邀约，邀约的目的是经验。第四个是说明，说明目的是注册。好，第五步是注册。啊，就是这样循环，就这样循环。好，这个我教你们。那么我想今天我讲这个课，你们也要有练习，你们要开始教你自己的伙伴。当我下次看到你们，你们都能去教别人，而且你们都是个老师的时候，这个组织就开始发展，开始被动，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做说明只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推荐人，第二个就是教育人，哦，就是教育，我们要教育，因为现在目前教育都不可能，哦，说是都是到中心来，因为这个到县长来啊，这个舟车劳顿啊，也不是很实际的啊，因为将来我们都要退休，我们做个一年到三年时间，我们都要退休。啊，所以到现场来啊，是不见得是每一次都到现场来啊。如果有人有经营者，他真想看看现场，哎，他可以来看看。但是一般的消费者啊，就在啊留在人家里周边就行了。好，那么这个训练会议啊，我就到这边为止。那么当然，景老师刚才有跟我讲一下说啊，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啊，像我们微信啊，怎么样增加人？这是其实很简单啊，很简单。那么因为我在上海住了九年啊，在九年，那么在大陆用微信用的很多啊。那么所以那我不晓得你们在日本也应该有微信嘛？那么我强烈的啊，强烈建议你们手机上都要下载一个微信，因为微信里面有一个附近的人很重要的啊，有一个附近的人，那么这个附近的人都会帮你们搜寻到。在这个大阪附近100个他们有使用微信。那么我比较喜欢使用微信的原因在哪里？因为第一个使用微信的人啊，我想在日本跟在台湾是差不多的。因为在台湾使用微信的人基本上他都想都有去过大陆，而且都有比较有国际观，对不对？在台湾使用微信的人和使用 LINE 的人他是不一样的。使用 LINE 的人就是很单纯的是台湾的人啊，是台湾的人啊，他可能比较没有国际观啊，就是这样的人，然后就在 LINE 上面打情骂俏，讲一些这些这个无所事事的东西。但是用微信的人比较不一样。微信的人啊，第一个要不然是大陆人，要不然就是曾经去过大陆的人。要不然就是想跟大陆人做生意的人，我想在座我们都是去过大陆，甚至于我们都想找这些人，所以你们用微信啊，用微信去搜寻，有个地方搜寻附近的人，然后你就加他啊，就加他，然后呢，那个地方再加在微信那个地方附近的人，你可以大概有25个字哦，你可以先给他，像目前我都是这样子。我说很高兴认识你，很高兴认识你。那么我做团购生意的，你有兴趣就直接问就好了啊。因为那个微信附近的人，他可以把在你现在目前所在地的附近的100个有在使用微信的人，你都可以加上他。你直接就讲，因为陌生人都是直接讲啊。然后他如果说这个生意，像我还有一个东西啊，因为大陆很流行微信教练啊，那么我跟你讲说，我是微信教练
哦，我是一位教练，我可以你用微信创业，哦，这也是一种方法，你有兴趣吗？啊，我是微信教练，那么我教你用微信创业，有兴趣吗？啊，这个就直接就发给他，陌生的人也可以直接发给他，他收得到的，他有兴趣，有兴趣，没有兴趣就说，哦，但好比说今天你在大阪，你可以收到大阪附近的100，今天你在东京，你在京的附近，你也可以收到东京附近的100个。你到换一个地方就都要付几百个，所以这个名单永远有。我现在目前，哦，我现在目前培育的2个销售大师，都是我用微信找来的，都是微信找来的人，他会跟你跟了很久，啊，跟你很久。其实啊，这个生意，如果一个生意只能做自己亲戚朋友，那这生意就太小了。因为爱多美整个包装它是很理性，所以跟陌生人讲，像我，所以我也训我的团队，天天的在微信上找人，啊，天天在微信找人。到一个地方，好比说还有哈，还有你们我想再做哈，你有人约你们去听别的公司有没有？有没有？去接了直销，好，如果有人愿意去听，你去听，但是上面讲归讲，你在下面把微信打开。家人，那附近他附近，嗯，这个住在里面的都是有危险的人，都会被吓到的，啊，所以有人愿意去听别家公司，没有关系，去听的无所谓，听无所谓。但是你在里面就把微信打开，然后就一个加一个加一个加加，因为各位你要对爱多美有信心，因为爱多美所向无敌，他预计在10年之内到达30个国家。10年之内会有1万种产品，啊，然后明年我们知道他开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啊，他是一个国际。现在做生意一定要全球化，没有全球化，生意都算小的了，啊，那最好啊，重点还是什么？我们还有个中国大陆市场，因为我们都懂华语，所以我们要感谢啊，这个公司呢这么早让我们知道这个信息，啊，能够发展华人市场。啊，所以说各位，我们对爱多美一定要先像这样的一个包装，像这样的一个包装，我现在目前在全世界从来没有看过。我现在目前虽然以前我是做美乐家啊，台湾叫美乐家，在日本叫做 Malaluka。我对于现在目前啊，像这种美式直销，我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因为都是一样啊，先要缴一个入会费，第二个进来要买个套装，三个每个月还要消费，对，尤其到月底的时候你很挣扎，你到底要不要进货？不进呢又没有钱，那进货的话又不知道卖给谁，是吧？所以美国的直销，美国的美式的直销公司，将来我觉得在大陆会吃不开的，在全世界都会吃不开的。各位你知道吗？现在目前我们新加坡虽然还没有开，可是你知道吗？新加坡已经有一个玫瑰大师了，新加坡已经有一个玫瑰大师了，因为像爱多美这种包装。是来自于人的内心最原始的一个声音。买东西要买好用的，买便宜的，哦，然后购买要方便，这是不是人本来就这么想的？所以它是最符合人性的，哦，最符合人性的。所以我觉得将来它在直销这个市场，它所向无敌。所以那个总裁普韩吉啊，普韩吉到了台湾啊，普韩吉这个总经理他到了台湾以后，他就跟我们讲，如果啊，他跟我们台湾人讲啊，中国大陆市场要开的话，每一个人都是星光大师，每个人都是星光大师。我在大陆我也做过直销，我知道这种装大陆最喜欢的不要钱了。我可以跟你讲，我如果我现在目前再回到大陆去，我一天可以签100个人，相不相信？一天可以签100个人。真的，很简单，这很简单。你找一个大妈过来，这个像爱多美这样是个大妈经济，大妈经济大妈是最好的了啊！找一个大妈过来，跟大妈讲，大妈，今天你找10个人过来，我这包米就带走，送他一包米他就带走。他晚上带10个人过来，你再跟这10个人讲，今天每个人再带10个人，身份证我这十米送走。没带米带走，人家把不要钱的嘛，对不对？好，一天有100个人注册，
啊，一斤有100个人做，然后走之前呢，最下面这个人讲，说啊，我待会儿上海，啊，待会儿要回上海，上海呢有一个人，有一个人他要开店，他准备有240万 PV， 我准备摆在你们最下面，你们这100个人如果每个人进1万 PV， 这240万你们全部知道，是吧？好了，那你说这100个人每个人进1万 PV， 不就100万 PV 吗？不这么简单吗？很简单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在大陆这种包装是绝对可行的，而且现在目前大陆的直销公司用原植美这种制度的已经有2家，已经有2家，东北有1家，广东有1家，都用，他们就是因为觉得爱多美的制度实在太好了，所以他们就学爱多美的制度，但是他们学不来，什么呢？因为大你也知道，用这种制度，我们是自由购买，我们产品的品质和价格是非常非常严格要求。我们都知道爱多美的产品好，而且价格很便宜，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工厂，我们自己能生产。但是大陆在反爱多美制度是没办法的，因为他们生产出来产品还没有到达，还没有像韩国，因为我们知道像我们台湾和大陆。啊，像我知道湖南和浙江那一带的人都非常喜欢韩国的化妆品。韩国的化妆品，有20%的化妆品都是销中国的。大陆人现在目前到韩国、到香港去买东西，第一样就是买机器产品，买手机；第二样就是买化妆品。他们都想说：“哎呀，如果我用韩国的化妆品。”我用韩国的化妆出来，我是不是就跟韩国的美女一样美？是，他们都是这样想，哈哈。所以说，韩国的化妆品在，尤其像目前韩国跟咱们中国的关系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啊。那韩国的我们的总理呢，也到了这个韩国去访问，最近他们签了这个什么约定，哦，关税条约，所以将来我们。这个韩国的产品卖到大陆去会更便宜，但是积分是一样，会更便宜更好说。为什么？因为他们是零关税了，哦，零关税了，甚至于比日本还要便宜。我想你们在日本爱多美产品都已经觉得这个日本的这个爱多美的这个产品够便宜的，它将来卖到大陆会更便宜，我们更好做，但是积分不变，因为积分我看啊，全球的积分都是一样，所以各位。对爱多美一定要有信心啊！这是咱们是最后一次啊，完了咱们就退休了，是吧？好，那么我想我最近的课程到这个地方啊，到这个地方，那么我想我给2个名额，那么现场那么有两位如果有问题的可以现场提出来，然后我现在就回答，好吧？2个没有关系的。没问题，翠华，不用站起来嘛，好，好，好的，好，那我们谢谢，我们谢谢翠华，谢谢。好，那这个哈，因为我在上海待9年啊，那么我基本上对大陆和大陆人和大陆人之间的交谈哈，我大概有做某些程度的了解，记得哈。我们这个生意是先做朋友后做生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像在我们在台湾，我们碰到陌生的人，我们都会先聊他的家庭，先聊他的小孩，先聊他的先生。为什么要先聊他的东西？因为你一定要先听他讲，多听少说啊。像我们在微信上认识一个人，
别人就说，你们这是什么生意？其实很简单，你要这样回答，我们是团购生意，这个是很简单。团购生意讲完了，讲到这边就不要再继续讲下去了。这时候你要转向，你要问他说，你好像住在附近，有没有？这是团购生意，还有你好像住在附近，这两句话是不搭嘎的。但是为什么要转？第一个，这是团购生意，是回答你的问话。但是如果你继续讲下去，好了，这个人就麻烦了，因为一般人都关心你关不关心他，你知道吗？一般人都你关心你都关心你关不关心他。所以第一句话你讲完，这是团购生意，后面的话呢，你要开始跟他交朋友。好，那么如果你好比说人家说这是什么生意，你说这是团购生意，这话讲完了就不要再继续讲下去了。好，这时候你讲说，你也是来自大陆吗？因为你想想，用微信用繁体字跟你讲，你也是来自大陆吗？来自于哪里？啊，他如果说湖南，你说我也是。或者哎，我靠湖南很近，你来日本做什么？啊，是做什么的啊？我也是，有没有？就谈一些家常的问题，你千万就不能继续讲啊，我们这是爱多美公司，是团购啊，什么继续讲下去。好了，我跟你讲，讲过了，人家先要目前去摸他的底，要去摸他的底，你才知道你要讲他喜欢，记得。我们永远要讲人家喜欢听的，而不是讲我们喜欢讲的，这很重要。我觉得我在大陆搞培训搞了这么久，我看大陆普遍的人都犯了一个毛病，就是人家只要讲说你们在卖什么，好，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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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完，人家根本就没有在听你们这讲，人家根本没有在听你嘛，因为你要先关心人。我想日本这个国家也是这样，你要先关注做关心，先去摸他的底啊，他是来自大陆，是来自哪里，有没有结婚，小孩怎么样，家庭怎么样，哦，原来家里有什么什么什么，哦，是不是要增加收入，从这个地方去谈啊。其实各位五个方向，我可以跟各位讲五个方向。通常人不是完美的，人一定有五个困扰，人都有五个困扰，记下来。啊，第一个有家庭困扰，啊，有家庭困扰啊，好比说家庭不和乐了，啊，第二个有身体上的困扰，身体不健康。第三个金钱的困扰，啊，我没有钱。啊，第四个朋友的困扰，就是说我的朋友都不喜欢我。啊，第五个心灵啊，这个是比较西方世界比较重视这个心灵啊。我最近心情非常低落，啊，非常低落。各位，人绝对不是人，任何再有钱的人。他里面一定会缺一样，一定会缺一样，不是身体不健康，就是没有钱，就是家庭不和乐，就是朋友人际关系很差，或者什么，这个很郁闷啊，这个很这个啊很郁闷，就是心情很这个情绪很低落，一定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各位，你要在最短的时间，不管是用微信，或是陌生人，你要知道他的缺口在什么地方。你要知道他的缺口在什么地方。如果他真的很想挣钱，好，爱多里面有钱，对不对？他如果身体健康，爱多美可以提供他健康。啊，他如果说这个家庭不和乐，一定是什么没有时间陪自己的先生，没有时间陪自己的小孩，好，来做爱多美。对不对？因为爱多美是真一个用兼职的时间可以做，你有时间你就多做，完全是利用零碎的时间，因为他每月他
他没有责任额，啊，他每个月不用重复消费，所以你有时间你多做。像我们这边台湾好多半年都出现了，就半年之后他成为销售大师了。又奇怪，我们怎么会这样子呢？哎，就是这样的。这个他在爱多美，你要不上还不行，你要不赚这个钱还不行，就非得要让你赚。你半年都不出现了，照样的。有的半年不来，他的收入都越来越高，越来越高，都是。啊，所以这个是利用兼职的时间可以做。哎，很多人说啊，每天上班很苦啊，很累，但是我都没有陪我的小孩。那你可以讲，那么我现在有一份工作，我现在有一份工作，有个兼职的，你可以有很多的时间可以陪你的小孩，而且还有一份收入，愿不愿意听听看？啊，就聊这些东西。但是聊这个之前，你一定要晓得他的缺口在什么地方。哦，有的身体不舒服。啊，有的身体不健康，有的是缺钱，啊，有的是朋友关系不好。哎，来我们爱多美真好，你做什么事情能够在短时间能够认识这么多的人？像我现在，我回到台湾，我是去年这个时候回台湾的，所以我在台湾朋友很多。为什么？朋友在介绍朋友，每个人跟我交名片，我的名片很快就认识很多朋友，什么样的朋友都有。这个地方很多朋友，而且我们在爱多美，我们这边的朋友，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因为我们都希望在一个月、一年到三年的时间，我们要退休的，一年到三年时间退休了，我不做了，我们要发展的自由，啊，那据我了解，爱多美它是可以达到我们这样的需求的，啊，所以啊，回这个翠凤啊，这你翠华啊，那么。你在聊的时候记得回答的时候回答他说这是什么，就是团购。接下来你就不要聊别的，你要聊岔开，而要不断赞美他。像我在微信常常用一句话，我感觉到你很诚信，是吗？这句话你要常常挂在墙嘴边上。啊，常常挂起来，我觉得你很诚信。各位，我希不希望人家说我们很诚信？希望吧，我们都希望人家说我们很诚信。对，好，如果是面对面的话，各位，我教你们一句夸奖的话，教你们一句夸奖的话，这很重要。你的声音很好听，啊，你要想说很漂亮啊，哎，你的声音很好听，啊，那么。很像我的一个小学同学，住在什么地方？他就问出来，这是面对面，你的声音很好听，啊，你的声音很有磁性，啊，这个你要这个、话，如果用微信，因为微信没办法听到字嘛，就是哎，我感觉到你很诚信，啊，是感觉到你很诚信，你说是吗？啊，他听到这样，哎，他这个心房就会慢慢放下，他就慢慢会相信你，好吗？所以在微信上不要太多。不要去谈爱多美，爱多美几个字简单，事实上要先做朋友再做生意，然后说哎，那我们出来碰，啊，先做朋友啊，来喝咖啡啦，约到金老师喝咖啡可以啊，各位，好，再一个问题，坐在我对面那个女孩，长头发的，坐在我对面那个女孩，你问，啊，有没有问题？就是啊，叫什么名字？钟晴，钟晴好。哎，好，你坐下来。我跟你讲哈，这个你不能在微信上啊，不能在，因为人像哈，像我们现在目前面对面，人呢一定要面对面才能影响。你如果利用只用网络上是没有办法影响，因为
我的热情可以感染到你，对不对？你们，我想你们感染到，就是热情要面对面才能感染，哦，在利用卫星的冰冷的字是没有办法感染的，所以在卫星上，卫星上你不能把爱多美的资料放上去，除非你真的碰，真的碰到那个对本身做最做这种组织性工作啊，对这个倍增他有兴趣的，要不然一般他都不会有人问你，你发100条、10000条都没有用，所以这时候呢。像我刚才讲过的，你可以用刚才用微信呢，你不要去讲爱多美，先做朋友后做生意，啊，先做朋友后做生意，然后呢把这个人邀出来，啊，因为只有面对面才能影响，啊，你不要寄望说，因为即使他没有跟你碰面，他注册了，那他买东西也是很慢的，啊，我的经验是这样的，所以，你说网络，那个利用网络啊，我们在大陆讲互联网。在台湾讲网络，那是一种说法，绝对不是一种做法，啊，人还是要面对面才能影响，啊，那我想我们现在目前在日本和在台湾都已经算不错，尤其台湾交通非常方便，而且交通费非常便宜，你要在大陆就不一样了，大陆你要在网络上认识一个人，你在上海他又在北京，那就很麻烦了，很远的地方，所以我们很多韩国的老师。很多韩国的老师都告诉我们说爱多美要从周边的人发展，距离你3公里以内的人发展，任何人都可以谈3公里的人，因为三公里你见面不用花什么成本嘛，对不对？不用花什么的，像我的一个我下面有一个应该是这个月会上销售大师的，他每一天要跟3个人谈爱多美，他才回家。一个女孩子很漂亮的，他每一天要跟3个人谈爱多美，他才回家。没有关系啊，他在坐地铁的时候就故意问路啊，因为他长得很漂亮，他就故意问路说：“这个东京站怎么走啊？”对方只要一回答他：“哎，你声音很好听啊”，就跟人家聊起来，就你声音很好听，人家听你很高兴。哦，是这样子，你是做什么？我做什么的？哦，这样子，哎，你有没有朋友想要兼？因为这是面对面，哎，你有没有朋友想兼职的？就这样，每一天要谈3个人才能回家。哦，所以你不一定，就是说你只要在你周边上生活的人，没有他的电话，面对面也能邀约。哦，面对面也能邀约，不是说哎，把这个爱多美的资料啊放到微信上，放到网站上就会有人啊，这个东西会比较慢，我跟你讲会比较慢。啊，会比较慢啊，这种方式，觉得不要以这为主啊，还是以地面上啊，以地面上啊认识的朋友，就是距离你3公里以内的人啊，跟他谈啊，然后这个人有意愿要做好，那你要说，你把人约出来，我帮你谈啊，因为我们爱严格来讲，不需要推荐太多的人啊，只要2个真的想要做就行了，对吧？不要太多的人，往下挖人。往下挖人啊，他说我没有时间做，没有关系，你没有时间做，那你介绍朋友给我，我去谈就行啊，请他先帮你打声招呼，我们去谈都，这样子可以的，啊，这样子可以的。好，那么我想今天时间也过了蛮多了哈，讲了1个多小时啊，那么很高兴认识大家啊，那么也希望呢下次呢有机会呢。能够来跟各位多交流一下，那么我也争取呢像这样的一个会议呢能够跟我们跟台北的中心台北的中心现在目前台湾做的最好现在目前已经有一个玫瑰有2个玫瑰大师了2个玫瑰大师下面的人都已经到达了将近5万人，而且他们现在目前新加坡马来西亚都布局好了我们准备下个月就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去马来西亚。那么我想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好不好？谢谢各位，谢谢。